超级大火箭，谢谢。谢谢。叫你玩盲僧好吧？叫我玩盲僧。啊。我听讲你是神港号第一打野。还是哦，浪得虚名，浪得虚名。职责所在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。看，我先耍一把这个。亲爱的，可爱的，现在这个是弹幕，这个后面加个火，加火是正在参与这个，哦，就是说的比较好的，可以给他点个火，点个然后他就可以中奖，中奖，对，就这个意思。保持警惕，表现。觉得这把能杀多少个？杀多少个有什么用啊？没用。对啊，打野不能就是杀多少个。我教你玩打野啊。好。你打野其实哪里需要？就是你打野英雄会吧？会哪几个？螳螂啊。这声音怎么那么小？打野要有思路，你知道吧？三个回绝宝珠，他们打野，皇子，这边要打，有，抓住，我靠，吃掉了。耶，胆子大，胆子大，胆子大，交给你了。等一下，我下一波马上好，跟他。OK。打他，打他，哎 ，OK。行，走，这压手打的还可以。打的还可以。嗯，还可以。嗯。我觉得上路要死一波。红帽子知道要上。哎，这狗都是怎么掉线的呀？他怎么在挂机？他应该是有事。买了三个回血宝珠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不好抓，不行，抓我把我自己抓死，完了。不行，好，那他死了呀！哎呦，不行，你给我问号也没用啊！不行，打不过，这胆子多大！点他好，皇子死了，拉环术给金钟罩。敲他一下，对 ，OK， 没错，不行，他这个旗子甩不死我，他 Q 能戳死我，但是他距离好像，哎呀，不行，打不了，没办法。感谢攀升狂魔的大火箭，谢谢，谢谢。主要狗头战斗力太弱了，你知道吧？前期没什么战斗力。嗯，这不没办法。而且我刚刚听一波。没打中，我主要第一把啊，在热手，手感不好，手感不好，打一把就好了。这狗头暂时不帮他。狗头在前期不能帮，不好帮，他跟诺手的战斗力差太多了。劣势鲁达尔维亚不划算。这皇子一个人头一个助攻，哎，
可以。先刷野怪，先把大鸟和四甲虫刷了先。我现在等级不太够，我要补一下。现在已经马上六分钟了，我才四级，这个等级太低了，不能搞事。这亚索可以啊，这亚索打的是不错。哟，这个皇子有点刁啊，他不追，他不追，他追他死了，很聪明。嗯，这波可以抓他，这波皇子来不了。但是这个状态不能装，打不死。好，他把这个放了，可以搞一下。他皇子来不了，没事。哎，不急的。快打一下 ，OK。皇子来不了这波，来不了，嗯，来不及。这波皇子只有在中我才能抓，或者在中下。他要是不出现在地图上，这波我抓就肯定是找死，因为我杀他要死很久。太弱了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！狗头六级以后伤害会高一点。这波很肥，1100，来个战锤。我们中路是这个亚索，我可以考虑抓一下这个杰。如果不是亚索的话，我就不抓啊，不好抓。但亚索大招配合我的大招还可以的，不然抓不死。一般抓不死的路我是不会去的，浪费时间。啊，他们皇子崩了，六级，这波大获全胜。这个时候不能打龙，这个时候呢要再蹲他一下这个皇子，不着急。他皇子会过来的。好，是满血。好，我留个天音波，马上到了。没秀一下，这个不好炸，这不好炸，嗯，有点肉，这个有点肉，杀他 ADC。不行，有治疗，没治疗这波死了，没治疗就是一个复印机。不行，不能抓。如果刚才踢过去就没了，踢过去我死了。皇子在上，他居然不管他下路，这个抓不了，抓不了，抓不了。现在队友在给我信号，让我帮他。其实要抓是可以抓的，但是我怕配合不好，因为他们这个在塔前，我得等他出来。好，可以搞一下，这波可以搞一下，上，你们得先卖。好 ，OK。不行，石头人不好炸。挂中，好，那他死了。OK， 他必须要变羊我才能出，打空就杀不掉了。这波我不知道他皇子位置，不然我就强杀他小炮。我先观察一下，这个龙不是，这龙不是，嗯，不是，水龙无所谓。不是水龙无所谓，
而且不管什么龙我都不吃。火龙也不吃？也不吃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那你好猜啊。我觉得火龙挺重要的呀。不是龙，不是什么龙的问题，而是对方打野位置的问题，你懂吧？这波这里没有眼，看这个走位就看出来没有眼，看能不能踢两个是最重要的。好，那他们死了，踢两个。我可以。这波没踢到两个，因为我被那个了，就是中途释放技能的时候被打乱了。对，本来第一波是踢两个的，但是被那个了，被他好像是怎么回事。但是我刚才这个摸眼线拉开很重要，没有这个拉我就死了。如果我是直接踢的话我就死了。你看出来没？你先扯出了一段安全距离对吧？不是，我刚才那个拉是让他少 A 了我一下，然后我再回去，他伤害就那么多了，他没了。他要再 A 我一下，他 A 不出来，他死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这波摸眼很重要。细节。对，很重要。好，这个龙就可以打了，现在就很舒服了。没事，帮你打快点，好，回家。一起回不好吗？他三个治疗保住打法啊，这个打其实是可以的，这种是可以的啊，很就你只要在线上不是被人家一波打死，你无敌，就发育，对于发育来讲是无敌的，就根本耗不动你。他本身狗头自带的12%的吸血，他回复对就跟饮血剑差不多了。我打野最讨厌别人反我野，一个好的打野，一个厉害的打野，他一定会反你野，一定会反你野。只要不反野的打野，他都没有掌握打野的这个位置的精髓。他反我野的话，我应该怎么做？他反你野，你就反他野。我就反他野。对，哎，你这个是要根据什么来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要根据你的位置和你要反的那条路，你队友是否是优势来决定你反不反，还是说偷野？偷野和抢野是两个概念，你知道吧？你看我这把是什么？我这把就是抢野，我不是反他野，我就是告诉他我要吃你野怪，请你让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优势太大。对，优势大，队友也是优势，这个就很重要。你看这波我要等一下内瑟斯。你看这一波团战啊，这一波打的话包的话很有细节，我不能被击飞，我一旦被击飞很有可能就把我秒了，所以你看我的细节啊，我是怎么打的。好，你看我是怎么防止他击飞的。哎呀，可以，这个你就不懂了吧。我刚才看你笑了一下，因为你以为我出问题了。哎，杀不死。其实不是的，而是我看出来了，他没有大招。对。刚才我在杀这个小炮的天音波出的要很稳，如果没打中，你可能就很危险。嗯。起飞！起飞！起飞！无敌！无敌了！无敌了！回家木刃。木刃不够。木刃不够。对。够了。够了。游击者的军刀。这把我们收了一个塔，对面也收了我们一个塔，其实也只有四个人头的优势。四个人头。但是人头基本上在我身上，你看到没有？等于说优势基本上在你身上。对。大哥，我先问一下，一玩瞎子，如果你的装备叠满了，对吧？嗯。你这个时候你没有眼，
你现在问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你知道吧？你应该问我现阶段的一些想要知道的知识，我可以教你。OK。他主动把红给我，因为他知道我很强。肯定的。嗯。我们团战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不好打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有个最核心的因素就是有石头人。石头人这个英雄在路人局里面，他对于对手的要求很高，对手如果打得不好，配合得不好，这个英雄就很厉害。不管是游戏前中后期，你像这波我的队友就啊，你看像这个给你，你怎么办？给我啊，我观察一下，观察一下，你看我是怎么处理的啊，你看我是怎么处理的啊。别急，我都得杀掉，我跟你讲，都得杀掉。可以听着。哎，这波我真的是，主要是输了。你失误在哪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的想法，如果你按不是，我问你哪个地方失误了？你说。就你，我看出来你当时第一时间是想直接把诺手给杀掉，对吧？嗯。然后他。闪走了，对吧？嗯，然后导致这一个环置下去，你后面说话这个环置下去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意思。控制自己。不是，你并没有说出来我失误在哪儿，你也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，你没看出来？没有看出来，对吧？你第一想法不是杀诺手，不是杀诺手，不是杀诺手，因为诺手必死，我故意的在勾引他们，啊。要全部杀掉，刚那波是全部带走的，全部带走。嗯，他死是肯定死了，我招太多了，他怎么跑都跑不掉，你知道吧？我要是要必杀他，我不会先出 Q 的，就直接摸眼过去。你笑你笑什么？没，我想到开心的事情。你懂吗？我要是要铁定要杀他的话，我不可能出 Q， 他是必死的，你知道吧？之所以我要跟他。就是慢慢揉，是因为我是出保守的招，就是我 Q 中你，我知道我这样出 Q 很有可能会丢，但我依然这么出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知道 Q 不 Q 中你他都有后续，因为我也知道你跑不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打中了会怎么样？打中的话是瞬间就全部死了，因为我接下来会有摸眼和闪现追击另外的人，你懂吧？我用最省的招去杀一个第一个目标。这样的话后续是一个都跑不掉，而且我在去出 Q 的时候他的队友会观察我去靠近他。你笑什么东西啊？算了，你不懂。所以说我主要想到开心的事情。你不懂。我这个时候可以很帅。不，这个石头人打得不好，他应该是一个大招的。哎，我不跟你讲，我这把好好打了。好，哎，没，分心对吧？你相不相信我从现在开始能超神？我信。你信对吧？你是真的信对吧？你知道我是怎么能这样才能做到吗？嗯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从游戏的一开始打到现在，我没有用一个王者的水平和思路去打他们。等于你放水了。我不能说放水，我是为了秀而去打，打了19分钟08秒的比赛，但我要是为了赢，你会发现他们很难还手。但是你所观看的视觉效果是没有那么舒服的，你懂了吧？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讲，我说我要超神了啊？因为但是你接下来会发现很多，哎，击杀好像是很平淡的那种击杀，好像是必然的击杀，其实是我控制的啊。不是，你像刚才那个地方，如果我是要赢，这个皇子就没了，对，知道吧？包括那个诺手是一个道理，不会给他机会的，不可能给机会的。我给你看一下啊，你看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看我，你看完之后你总结一下，我看你能不能看到精髓。好啊，将有助于你水平提升。好，就你要注意什么？你要注意就是我现在的打法跟开始有哪些不一样？你要把细节全部说出来，就说明你全部看懂了。
丁友啊，到我你爱我。你想啊，你不要扰我心思，知道吧？你想啊？啊？我问你在笑什么？我讲到开心的事情。讲到开心的事情。不跟你闹了啊！其实有些时候啊，操准了啊！有什么不懂你可以问。跟你说真的啊，不是开玩笑，嗯，不要笑。法龙给个事情，他没追了。你觉得这把能赢吗？是输还是赢？我觉得这把，如果再拖五分钟，啊。拖五分钟包赢，拖五分钟包赢，没有这么一说，没有这么一说，都是菜刀队，都是菜刀队，嗯，但是你家有狗，狗都没有，狗都没有，嗯，你家还有金克斯，哎呦，他有眼，没眼他死了。没眼他死了。嗯。现在团战不好打的原因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个十多人。十多人。你看这个 ADC 直接就死了，没输出。大众就死。对，靠我跟这个跟亚索的话，输出不够。这金克斯没输出，零输出。他其实有。他打不了嘛？这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就是他对于。你的要求很高，知道吧？你必须得打得好，我无所谓，我就放个大就行了，只要我大保证不丢，你就很难打。对于你的站位，你的队友配合都很重要。可以上，这波可以上，可以上的。哎，太神了，这狗都不敢牺牲自己，不敢卖。他这波牺牲自己的话，能有说法。你觉得是有机会的？对，有机会的。在我看来是很好，打还是很好打的。很好打。嗯。只是刚才这个第一个是狗头不在，这个第二个呢就是 ADC 直接死了，不用太怕。行，先让他们一波。走一下，这波狗头得回来，狗头不回来我们就不行，不好打了。狗头回来还是很好打的，嗯，因为我这波有复活甲，我能制造出来输出很多。首先他小炮没了，小炮没了，小炮没了，直接把他带走，直接没了。嗯，但是我队友没来，我是不能上的，我杀他小炮易如反掌。像这种就让，哎，直接卖，直接把这个。水晶让掉，无所谓。
杀掉了。他们装备有点好。这波踢中他跑不掉，他把我大开，我再跟上。把他们龙 buff 脱掉，现在他们有龙 buff。这一把啊，赢的把握有点。现在啊，对面这个装备，说实话啊，这把如果是一般的路人局来讲，赢的可能性只有一成。只有一成。对，但是我在打的话，应该是5.5成。5.5成。只要这个狗头能过来。他如果不过来的话不好打啊，这个反正他过来就好打。对，就是盲僧，你就是玩到极限，你也没办法打。没关系，我有复活甲，这个叫什么？不是，后面两个被打起来了，我们狗头在拆。他不回来很难打的。对，主要他没回来。没回来。哎，他回来的话真的好。回来狗头往前站的话是好打。他不回来没人扛，我们四个没有一个人能够扛得住，你知道吧？对，不能怪你，这把不能怪你。这把你从整个一盘来讲，你输肯定是怪不到盲僧身上，这是不可能怪到的，因为整场不管是输出还是节奏点都是盲僧打出来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如果说输的，元素飞机。